哎呦爸，你腰不好，别蹲着了啊！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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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别。差不多了，哎，差不多了。起来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我来弄，我来弄。哎呦，坐会儿。哎呦，来。哎呀，哎，没事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来，歇会儿啊，喝口茶。这房子都住了20多年了，你跟米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，那时候还花了4万多块钱呢。才4万多块？嘿，4万多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啊。是吧？爸，咱这房子卖吗？不卖，你妈舍不得卖，说把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。咱们小区前面有个初中，后面是个高中，好租啊。嗯。那都是你画的。那画的什么呀？那什么都写着呢。美丽自信的大老板许红豆，正在要饭的许红米。这我多大点儿的时候画的呀？我是那么小就想当大老板啊！哎呀，好像你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搬过来的，大概7、8岁。嗯。现在想想，你们小的时候可真好玩啊！一放学就跑到我那粮油店里头来了，那旁边卖酱料的小张还问你干嘛来了。你说我要接我爸回家，以后我要是当了大老板，就不让我爸再卖大米了。那你到现在不是还想开小卖部吗？是啊。你说我这一辈子都瞎忙惯了，天天玩没意思。你就跟妈呀，做做家务是吧？做做饭，出去锻炼锻炼身体，那不挺舒服的吗？你们开销也不大，还有存款，我和我姐完全能养得起你们。是啊，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我们是越来越老，越来越没用了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谁说老怎么没用啊？谁不老？你跟我说，你才60多，年轻着呢。那我既然这么年轻，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开小卖部。开小卖部啊，它属于创业，这个创业压力多大呀，是不是？你一旦决定了，你就不能回头。你想着开小卖部啊，也挺容易的，啊，不大，几十平，但是做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呀，是不是？首先你得盘家店吧，然后租金一笔费用，简单装修一笔费用，你还得进货吧？啊，选什么货品啊？啊，在哪儿进货便宜啊？怎么定价呀？你日营业要多少才能够本呀？想过这些没吧？我真的不是不支持你去工作，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开小卖部。你说我这都当了一辈子油粮店铺的小老板了，我能干点什么呢？咱们小区招保安，我去问过了，人家嫌我年龄大，之前可信的对象，单位那个停车场需要一名车管员，啊，年龄倒没什么要求，但是要上夜班，我又担心我这身体熬不住。哎，爸，跟我姐都觉得啊，你都辛苦一辈子了，现在60多了，就想要你们什么都不愁，哎，幸福生活。幸福？嗯。怎么不幸福啊？你说咱们家，啊，和平年代，夫妻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子女孝顺，一家人不愁吃穿的。怎么不幸福啊？可以说是特别幸福。
但如果能再找点事儿干，给家里做点贡献，那就更幸福了。好，帮你想想啊。嗯。你说那时候你就这么大一点，这一转眼儿，嘿。你说我创业当大老板怎么样？行啊。我说真的。怎么你也要开小卖部啊？我不开小卖部，我就不能开大酒店。行啊。我说真的。我说的也是真的，你干什么我都觉得行。真的行啊？真的。喂，可心，你想吃什么了？你说你怎么能让可心一个人去拿快递呢？啊！你也太不小心了，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呢？没事。哎，家属不要走在门口啊！不是，我保大，保大。什么保大保小啊？我们医院可没有这种说法啊！那个，现在情况我们肯定是全力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大夫，大小都有，不要走，放心吧，大夫。大夫，大夫，别急，哎，出来了。张可心的家属来接孩子。大人没事吧？恭喜你啊，母女平安！谢谢啊！那个二姐啊，你来吧。哎呀，可怜的人是姐，你快看一下，真好看，一个小婴儿。你大姨和姨父啊，回去给你做营养餐了。你的老公和婆婆呢，收东西去了。然后你的爸妈呢，给宝宝做检查去了，都挺好，没事啊。二姐，嗯。宝宝会不会被我摔出问题啊？宝宝挺好的，虽然还没到预产期，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。而且您一来都剖了，也不会缺氧，放心啊。嗯，你知道你给我打那个电话给我吓死了，跟交代后事一样啊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。那万一有什么事，来不及吗？我等救护车的时候，我想了好多事儿，什么都不想要了，活着就挺好。我前一天跟我妈吵架，好后悔。孩子发育不大，胎位也正，我还给他买了星座手镯。我本来打算顺产的，白买了，什么都没准备好。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才发生的事啊？你别想了啊，好好休息。你表妹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你是没看到我家人的样子，第一次见他们这样六神无主的，我姨。人都站不住了，你也被吓坏了吧？那可不是嘛，突然打个电话过来交代后事，我真的是要给他吓死了，到现在都睡不着，好怕。要不然，我明天飞一趟。你过来干嘛？就过来看看你啊。我开玩笑的，我这刚送走你之前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，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，哪有时间？挺忙的。开玩笑的，那我要在北京真有事找你，你来吗？来，我认真的，没开玩笑。
那你去忙吧，早点休息。好，那你也别胡思乱想了，明天还得去医院照顾表妹呢。哦，对了，你送的李子，放一放更甜了，特好吃。李子吃多了伤脾胃，好吃也少吃点啊。挂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哎呦呦呦，怎么了？成了，成了，成了什么成了？书店，书店刚才给我打电话，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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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晚上必须要吃点什么庆祝一下。真的。是啊，终于拿下了，恭喜恭喜。不是应该同喜吗？这里面有你的一份功劳。你的功劳多，云苗村的经营的好都是你的功劳。许宏道，如果我是说如果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，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，等以后酒店和民宿都建了过来，一切越来越好了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过来发展？那我能做什么？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，发展前景也不明朗，我是说以后。当然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。北京呢确实可能有更好的生活，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。我就是问一问。我考虑一下。真的。我以后不像你整天开玩笑。我哪有老开玩笑，你这人真是。那没什么事儿了，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。行吧，那我接着睡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你睡吧睡吧啊，挂了挂了挂了。不起的，你也不管管吗？这几天呢，天天去医院陪可心了。那昨天睡得晚，你别管他了啊。红米，你先过来吃饭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不能回来了？这搬完家，说可心出了事儿，
我这趁周末赶紧回来，顺便教育教育你。铃铛呢？不回来。起来呀！干嘛？起来！吃完中午饭陪我去医院看可心。五分钟，五秒钟也不行。起来呀！别闹了，面坨了。妈，猪都被你养出栏了，快起来！那天啊，你爸跟豆他俩去老房子打扫去了。哎呦，你小姨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可心摔了。哎，当时我脑袋一懵，那心跳的扑通扑通的。可心那爱人啊，都毛脚了，在医院跟个二傻子一样。得亏豆儿在，哎，那一家人慌了神了，就他自己一声不吭，忙前跑后的。长大了，可算有点用了。是啊是啊，也该长大了。哎呦，你妈这手艺啊，真是绝了！你不开个饭馆，都可惜了呢。哎，你还得费点吃啊。那帮帮你们也少吃点这个血糖糕。你多吃点啊。我也少抽点肥，多吃点儿。笑来着。睡着了？好久没抱那么小的小朋友了。还是大吉利啊，二姐都不怎么敢抱，我太小太软，有点害怕。你们酒店的客人要让你抱下小孩，你怎么办呢？硬着头皮抱呗。哦，对了，大姐，上次二姐去云南玩的时候，帮人家拍的那个宣传片，你看过了吗？看了，怎么了？就在海边牵手那个男的，你上次去见了没有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觉得有点帅啊。那男的太穷了。穷？人家在创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啊，而且人家做的挺好的。你去玩的时候，人家把你照顾的也不错呀，是不是？转头就说人家穷，那你是谁有问题啊？我就说我穷，你急眼干嘛呀？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。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？咄咄逼人呢？我这叫咄咄逼人吗？我这叫咄咄逼人吗？我这叫咄咄逼人吗？胡小声点，太可笑了。你也来帮帮忙行不行啊？你自己弄，我忙着呢，忙工作呢啊。书店，啊，过两天来选址了。还是忙事业好啊！你看这书店的事儿一落实，你整个人就好了。前段时间你那都是什么呀？不正常，我不习惯。那你还是习惯习惯吧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我有一种预感。我再努力的奋斗两年，过两年书店顺利建成了，我就有老婆了。怎么，书店建成了，村委会还给你发个老婆呀？八九不离十，老天爷给我发个老婆。哎，我才刚说你好了，是不是就疯了呀？人家许红豆都走了多久了，还在这儿发疯呢？你管我疯没疯，我才不管你。阿瑶叔，冠军哥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男朋友送我的。又疯一个。好看。阿瑶叔，今天你请客吗？啊，我请。小琴啊，你跟杨志南不是分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？为什么没分啊？哎呀，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？你不吵架，不分分合合，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，有什么意思哦？你
这样折腾多伤感情。爱情就是要折腾。算了，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？你又不懂，对不对，艾瑶叔？对，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，经受住考验的。但你也不能总考验，别动不动就分手。不是你让我分的吗？我让你分你就分，你要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？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，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，也不是真的想分。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，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。哎呦，这么好啊。阿阳你见过吗？见过，是挺精神的。什么叫精神？他很帅的，长得像明星。哇，像哪个明星啊？要你管。艾瑶叔，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！虽然你很老了，也有点黑，但你要相信，就算是野百合也会有春天。你一定可以像我一样，拥有美好爱情的。还美好爱情？你阿瑶叔现在很明显疯了，想女人想疯了。刚才幻想着等书店建成了，村委会就给他发个老婆呢。我有强烈的预感和自信，书店建成我就有老婆了。你看是不是疯了？这事拖太长时间了，你明天就给我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放开我！把鞋给我拿回来。不拿？拿不拿？拿不拿？好，好，好，拿不拿？好，好，好，拿。放开，放开。许红，你。小刀，小刀，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，把鞋给我拿回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，又吃饺子呀！你姐回来了，当然得吃顿饺子了。那么大，那我一起包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去跟你姐去玩去吧。她呀，她正打算把我埋哪儿呢？埋这儿。哎呦，我说你们俩这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？你俩待在一起都100多了吧？不还一样吗？他妈在干嘛呢？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，你们俩想想跟谁吧。又过不下去了，我跟姐。我不要你。爸，吵什么呢？我都说了我不开小卖部了，我就是想出去工作，他还生气。哎，出去工作啊？啊！开会。我就是想工作呀。来，走着。董事长，看茶。会议开始啊，小刘同志啊，你意见最大，你先说。还小刘同志，哎呀，这什么小心点烫啊！您说。行，我先说。徐建国，哎，咱俩这一辈子分工明确，你主外，我主内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是吧？咱俩共同撑起这一片天。不，你撑那多半步，我撑的少点。你别谦虚。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，我们那都看在眼里。你说你搞粮油批发，那一袋米能挣几毛钱？你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？
啊，从来不雇人，多少顿货你都自己卸，起早贪黑，最后怎么样？药落下毛病了吧？哎呀，还真是的，我这腰病啊，他……哎，这怎么说着说着还夸上我了呢？那当然得夸了，做得好就得夸，是吧？该夸就得夸，实事求是嘛。我这个人一向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公开。你家里穷啊，初中没毕业，怎么了？不就为了挣点钱去扛货了吗？我呢不一样啊，我中专毕业，在那个时候啊，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。哎呀，这个邻居们呐，要有点什么小碰撞啊啊，都得找我来评理。妈最牛啊！哎，所以说嘛，我能冤枉你吗？啊，是。你想出去工作，我能理解。那我跟你说，我真不想再去担惊受怕了。你说你这腰啊，上次疼的是站不了、坐不了的。我是不是陪着你去医院啊？一趟一趟的，又是针灸又是拿药，你住院。哎，我就租了一个钢丝床，哎，我就住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。那大冬天呢，那穿堂风呼呼吹呀，你住几天院，我就发几天烧。就该给我们打电话呀，这种事儿。哎呦，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你们都那么远，都有工作，你们回来这不也是给你们添乱？建国，你想想，哎。就我们这岁数啊，我们身体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，是不是在事业上你就支持他们？是啊，所以说我不开小卖部了，妈。这不是豆儿还专门跟我分析过，也批评过我。我承认啊，我当时确实是想的简单了一点啊。就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能干嘛？你就当保安，人家要45岁以下的你超龄了呀。你现在能干什么啊？看个仓库啊，烧个锅炉，那都是熬夜的活。就你这个身体，你能行吗？挣那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你药费的呢。爸，伤身体的活是真不能再干了。不过我支持爸，继续发挥余热。听听，听听豆儿的，啊，我可以在乡下包上两亩地，我可以种地呀。你还能耐了你？哎，你自己看看那花盆里你种的蒜长叶子了吗？长了吗？啊，长了吗？这不这那我好歹也是农民出身的，我种地也不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你的腰受得了吗？那不可我也不会干别的呀，我这辈子我只会卖粮食啊。你别谦虚，你还会吃粮食啊？哎，开会呢啊！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？我跟你说，桂琴，你不能这样，你骂谁是猪呢？我反对啊！反对有效，我妈，你别人身攻击你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也不瞎说了，你们俩都在这听好了啊！如果说真找到那种清闲的合适的工作，我支持你去。好。但是，如果是伤身体的啊，对身体不好的，绝对不行。那妈，咱就朝这个目标去找去呗，大家都想想办法呀。对，想想办法。不过爸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。那你扯着干啥呢？你。哎爸，我们小区那个业主委员会倒是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人。那不行，我还想挣钱呢。哎，看见没有，一个财迷。行了，煮饺子去。等，今天正好姐姐在。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。哎呦，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准备好事儿。听豆的，听听。爸妈姐，我经过深思熟虑，绝对不是一时头脑发热，我就是呢想活在当下，然后这件事是我目前最想干的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有商机，有前景。哎呀，铺垫那么多干嘛？直接说呀！你让我先铺垫铺垫呗。好，直接说。家人们，我暂时不想回北京打工了。我想把鱼苗村那个已经建好的民宿盘下来做民宿。根据内部可靠消息啊，这个现在转让价特别的合适。而且在旁边就要修一个韶华书屋，是最合适的入场时机。我不是做酒店管理的吗？这也算是我擅长的领域吧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愿意一起出资的合伙人，现在我们大概盘算了一下，前期的费用呢，我们可以承担。
至于后面的策划嘛，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就不一一阐述了。那个，你刚说什么什么伙人都找好了是吧？我那个 VIP 客户秋姐就是做这个民宿品牌，她搞得特别好，还开了好几家，还想让我一起呢。我没答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呀，我们理念不一样。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。关于理念呢，就不在这儿阐述了，等我项目书做好了再给你看。钱够吗？暂时够。走吧，煮饺子去。我去报算。徐红豆啊，徐红豆，你不愧是用漂流瓶早恋的人。妈，多下点素子啊。哎，好嘞，来。这是蒸包子的锅，能下饺子吗？这锅你看大锅，我就能看出哪个是你爸包的，谁是妈包的。饺子随人是不是？你看你爸抠抠搜搜包这小饺子啊？不是吧？我就是。哎，你看，你看看他做这橱柜，我能够得着吗？啊，每一个碗都得他自己拿，你看活该吧他这个胃。哎，我帮忙。哎，昨天买那个辣椒呢？辣椒。妈，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把那个蘸料调到味道和口感啊。不是，哎，昨天我买那辣酱呢。我知道在哪。你买辣酱，你买啥？咸淡正好。哎，妈呀，这次生气的时候还没多搁盐，知道不严啊？谁跟你真生气了？懒得理你。哎妈，你这个韭菜馅里加的是虾皮吧？嗯，你放虾仁啊，放海米，它都不是这个味儿，挺好吃的。嗯，好吃啊。嗯，那个，我看民宿的事儿，你们怎么看的呀？豆啊，吃饭时候别说话啊，多吃点，来，吃点酱牛肉。妈，啊啊，来来来，香吧？香就香，绝了。你妈这手艺真是绝了，还玩领导？你要不开个饺子馆，那都可惜了。嗯，舒服吧？你看你这个边边角角都得贴到，这才有用。哎呀，这冰冰凉凉的感觉可真舒服。贴吗？他有。看他舍得买那么贵的面膜。妈，你让他一个人铺，铺床谁有他专业呢？是哈，啊，他就学这个的啊。我又不是学铺床的。哎呦，生气了啊？不是就不是，别生气啊。妈，你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？啊，在我那屋看看我那新床头柜。来，床头柜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睡觉，睡不着。嗯，桑田，怎么样吧？什么怎么样？民宿啊，牛妈去，烦死了。你都看不出来吗？我故意晾着你逗你玩儿，
让你着急。你知道吗？妈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吗？啊，她说这豆啊出去一趟心变野了，哎呦，提起那边的朋友甭提多高兴了。还有那个跟他一起搞事业那个叫什么小谢啊，对，小谢，嘿，这俩人这边寄个桃，那边还个礼，哎呦，别提多黏糊了，黏糊得很呐。这还黏糊啊？这都多久了？可不嘛，这还找李玉林，哎，给人拉游客，搞策划，晚上半夜不睡觉打电话，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打预防针啊，我感觉他俩要好，真假呀？哎，开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。哎呀，你们能同意吗？我同意啊，我当然同意了。现在啊，只要他喜欢，干什么都行。哎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活着就好。之前那男的，哎，前两天可心又摔了一跤。我说我现在这心想起来我都忽悠忽悠的。米，你说他们一个在云南，一个在北京，怎么搞对象啊？网恋吧，网恋。什么网恋？还得在一起。哎，你舅妈家那姐姐，这不找一个嫁到东北去了吗？哎，现在啊，哎，人家半年三亚，半年哈尔滨，这两口子小日子过得好着呢。对。舅妈她姐退休了，你都不用工作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他们也有办法。坐飞机，飞机快。坐飞机，天天坐飞机得花多少钱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人家小谢是个老板啊，这老板能没钱吗？是吧？才一样吧。有钱，还有贷款一大堆。咱妈这儿啊，只要人好，你们互相喜欢，我们俩都不管啊。对。米，你说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，我跟你妈不是也没嫌弃你那对象吗？你们能嫌弃什么呢？嫌弃人家房子多吗？你这孩子，净说老实话，你这怎么跟你们老甜蜜的样？这种事儿啊，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。一个人在那边纠结，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，谅你一下又怎么了？可是本来就是得自己想清楚的事情啊。我现在的年纪，又不是刚大学毕业，拐另外一个道路，换个地方重新开始，真的挺需要勇气的。也是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很喜欢原来的工作呀。是挺喜欢的，可能心境变了吧。我越来越觉得我特渺小，特别不重要。我站在那儿，别人能看见我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人都没看到我。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酒店的那个钟表，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指针上的发条特别像，一直在往前走，推着你走。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，就在原地打转。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我自己，索然无味的感觉。那个位置啊，我在那儿站着，还是换一个人在那儿站着，对酒店来讲，什么区别都没有。所以说。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，我才能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城市还挺重要的，还挺受重视的，还能被人珍视。姐，楠楠走了以后啊，我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。我觉得就是脚不着地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
我路该怎么走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，就每天什么都不想干，对什么都没兴趣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所以就辞职了。嗯。楠楠跟我说，还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。一般人都不知道的，你也不知道吗？我也不大清楚。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，不过我觉得老公也挺好，孩子也挺好，也还算开心，挺好的。那就是活在当下。是挺好的，没想过这个问题啊。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？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？所以就生活呗。嗯，好好工作，结婚，生子，人家买房我买房，人家买车我买车，随波逐流，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，手里拿着一副安全牌。姐，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的感觉。纠结啊，什么什么别扭啊，姐玩不起，那需要精力的，内耗就像你这样啊，内耗。对，内耗就是我。就是我，哎，所以啊，嗯，想干嘛干嘛，别活在过去，也别寄托给将来。自己干的事儿，别后悔就可以。好了，姐困了，睡觉去。别走，继续聊会儿，聊会儿，好好聊聊聊。哎，你说，听。跟你聊聊我关于民宿的看法吧。嗯，你也去过。现在城里人呢，尤其是出生在城里的人，都没有去过那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。其实也没有那么原始，交通也挺便利的。就像我，压力这么大的人，一去到那儿以后，我就想着，看看天，看看云，一天想着一日三餐吃什么，我就有一种从内到外被治愈的感觉。就像是在生活和现实之中，给你建了一个缓冲带。缓冲带，嗯。然后呢？谢志尧也说，想做企业家得会讲故事。我觉得我自己这经历就特棒，是一特好的故事。无语，被带坏了。那只能说明，我是具有老板思维的。说的那么好听，不是为了那男人吗？嗯，他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。你行，嗯，你牛，嗯，看来打起精神了。我继续雷，加油干！哎，姐啊，嗯，你说这开民宿创业吧，风险也挺大的。我又没什么钱，爸妈肯定觉得我又要喝西北风。你男朋友不是会做饭吗？不用喝。还不是男朋友呢。哦。姐啊，你说我这次创业，要是恋爱也谈崩了，事业也搅黄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活在当下。啊。好。在当下，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武器哟，啊，姐姐，哎呀，真别扭。
进寂静的森林，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鱼独白身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，四季的光影，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，玉兔白身起悄然无